今天接着去淘宝，今天有点阴天呢，不知道能有多少人出来摆摊了。没有摆摊，咱们就进店里看，店里的东西更好，对不对？好，进去，全是一些文玩的摊子。哎呀，各种串儿。这也要用的。对，他这玩意儿便宜，三五十元。有点老货。啥你要都不够，没啥呀，就当十二的要了。这个小瓶，这也就十多公分一个小瓶吧。这是底子，看口沿，口沿这个，有点有小颗，这个小瓶，青花的一个小瓶，啊，这个，你说这俩小瓶啊？这俩一对儿嘛，又相对贵点。不是一对儿，这纹路都不一样。对，他那老二不一样。嗯。这玩意儿他没有。啊？你这玩意儿他也就这一片儿。金坑金片儿，少一片儿，少一片儿的。这老板那摊上全是瓷片，康碗、雍枣、浙料。你这玩意儿他有啥用？要为啥让你照？你随便照。是啊，这里。这都是实物才有标本的。对对对。这个这个研磨碎了之后，才能研究出那个空白期的国产料理。这是青花的发射，才是空白期的。你看，这是瓷片上搁高倍放大镜，肯定会有非常非常明显的气泡。孔雀石的，这个是明中期红质正德。那个平等青加丝青，这是橙红正吗？橙化红质正德，它连一起的。看这缩油点，为什么会出现缩油？就是在那个窑里头，就是釉的膨胀系数和胎的膨胀系数是不一样，造成这种缩油。十七点三颗算呗。膨胀系数、收缩系数不一样。多少钱？3000多吧。是3000多，这是雍正，雍正，这料。3600，这个款。是，咱也没有东西。回满洲国的两个小盘儿啊。是，咱也不买东西。这有个小冲，一看这风格就是异域的风格。这地方口沿这种有个小壳儿，哎，那壳儿哪去了？搁这呢，你看这小磕碰多少钱呢？怎么卖？一对啊，一对才50啊，一对才50块钱，便宜。先锋的，户部管票。行吧，我看看。你看，你可别拍片子。不拍。这先锋户部那管票，就那玩意儿大铜板，那玩意儿怎么可能是真？那玩意儿真的，那就是国宝，对不对？你地摊上哪有国宝？哎，没办法。